然后盖起来，我们就很像那种日本的。那个揉面。戴眼镜那时候。戴两个小时。妈妈下次要。你小心你会碰到的。要画画姐姐啊。赶快，小心，赶快。会骂我跟你说。耶。你玩很会，你看。还有自己的意见。你穿什么？这个里面啊，里面那个卖四十米的杂货店啊，妈妈，你站在后面啊，站在后面。